徐伯钧，杀人罪，伪证罪，成立。怎么样，司令？事情办妥了？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关系还不错，他答应帮我们刊登今晚重审的消息。所以在这压力之下，他不可能一拖再拖。见过他的也没见过培训这么贪的，一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八成还嫌少。果然，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。 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呢？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，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认栽啦。 正好，大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斯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？哦，裴勋这个老东西，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呢，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谭玄林站在一起。 这消息啊，确实是我放出去的。我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所以我才斗胆帮您下决断。谭玄林，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，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。晚辈不敢。你知不知道，徐伯钧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已经开拔北上了，老子真跟徐伯钧打了起来。哈哈哈，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。 就连整个穆家田径来都填不饱。我斗胆问你一句，您想不想让徐伯钧也有来无回啊？怎么讲？徐伯钧已经在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他现在人在北京，千真万确。他派副官与您虚与委蛇，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。督军。 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只要开庭，定徐伯钧有罪，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。到时候是病死狱中，还是畏罪自杀，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？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庭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婉清，诉被告徐伯钧。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。 证人闵大成在此当庭作证，证明十多年前的绑架杀害穆远航之案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徐伯钧他们一伙人。现在我宣布，徐伯钧杀人罪、伪证罪成立。
玄林，怎么样了？抓到徐伯钧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他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让大家知道了真相，哥哥也沉冤昭雪了。可是我还是没能给你一个真正的公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廖先生，听说徐伯钧跑了。日本领事馆以保护侨民为由，把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带走了。那个日本领事抬出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对我们施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徐伯钧上了日本领事馆的车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也不怪你，就连培训都不敢跟日本人硬顶，是换成谁都是无能为力。那个日本领事还说了，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偏偏要低人一等，为什么呀？廖先生，培勋带了那么多兵，在日本人面前连屁都不敢放。廖先生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让中国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费尽心思做的这些事情，是对还是错？你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是啊，玄林，让百姓受苦、士兵枉死的是裴勋跟徐伯钧，不是你。可是这个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裹在其中。清朝之下焉有完卵，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